回家是真兴奋，是不是？磨叽啥呢？赶紧走！还让我跟他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咱们自己拿手机录吧。这节目从现在开始自己录了。哎，你现在也别去那个索菲亚了，你直接往西安开哦。我们应该比他们先到。往西安开啊！节目组已经丢了，真丢了！你回头看看一个车没有？不知道我们韩叔的名言，能看到车尾灯算我输。下飞机是这样，因为太晚了，可能不开了。啊，我们可以先去开车去，开车去。好，行，我陪你，没问题，陪你。所以如果我们就是从凌晨一点多落地西安，对，到隔天下午出发，中间应该有12个小时的时间，除了睡觉之外，我觉得炒馍一定是吃得到的。不行，你不是就是你应该这样子，因为到了西安感觉上就是一个碳水爆炸。是，所以就是我的意思，就是早餐吃河洛。早餐吃饸饹可以，然后中午吃炒馍，中间加一个，就是中间10点多的时候早茶就是肉夹馍。啊，你的意思啊，是，你要是说，硬来也能来，倒是你要是在那个冰淇淋上要，没事，到了西安就是到回你家了，你怎么安排我们就都可以都行，好吧？行。其实我严格来说，我小的时候也没吃过的一个西安美食。你要推荐一个你要跟大家推荐你没有吃过的东西。我只吃过泡馍，优质羊肉泡馍。你只吃过泡馍，你没吃过优质泡馍。我优质的话，严格来说应该是都挺优质的。哦，对，还有炒馍，这个我是真没吃过。你今年多大？28。28岁，你作为一个西安人，但是你没有吃过炒馍。是，有一个特别，就是这个是炒馍的天花板。就是我虽然这么多年，但是我从来没吃过，但我听别人说过，所以这次去到西安，我一定要推荐大家跟我一起去。是的，小红书推荐，我们必须跟你一起尝试一下。对，因为小的时候不是，妈呀，真的是。接下来下一个事情是因为是一对新的大家组合嘛，所以要取个团名。燕林，取个团名，耀庆哥、小马，你们俩想？我们随便就是录一个斑马吧，我们叫斑马吧，斑马斑吗？王彦霖、王耀庆、马，哎，不对，中间还有个，哎呀，啊，不对，不是那个班，完了，我错了，没事。这个语言组织能力，我跟你讲，呸，不是那个班，那想错了，你给他冻住了，不是那个班，你是想要那个文，中间是啊，王中间是个文的那个，对，就是班级的班，但是斑马不是那个班，是那个班，哎呀，怎么样会形成那个班呢？你就当忘了我说这个了，叫什么东西挺好的，什么东西，哎，其实也不错，但叫东西这个是一个特别有，就是这一个东西嘛，就它其实很有意思的，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它一定是在东和西之间的，所以它叫东西，你知道吧？什么？不是，就东西，就被发明，就这个词发。你们聊天都快给我冻住了，我真的憋不住了。我们陪你吧。你也要灌1.5，还有1.5吗？谢谢。咱们玩一个那个没有尝试过的比拼，炫这个矿泉水，比谁先上厕所。神经病！我先上厕所，然后我炫这个啊。干1.5升。我靠！为什么要？你这分了几口？2口。对吧？耀庆哥，你那是几口了？1口。我来了，兄弟，你帮我记录一下吧。1口。
哇塞！可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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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就算了。但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这个已经。你干完了？我干完，我两口干的嘛。这就是你一口了，这才一口。耀兴哥说你还没我亮呢。这样吧，最后喝完的，还先去厕所呢。哥。就从来没有四个神经病有喝上来要四桶一点五升水，然后都要干了的。是我感觉我在看综艺。你没错，你就是在看综艺。咱还没剪出来呢，他已经开始看了。系好安全。咱们四个真有点颠，我靠，我干了。Belt lights illuminate. Please return to your seat immediately and fasten your seatbelt.耀兴哥，顺着那个飞机起飞的惯性，把这水干了，硬倒进去，这么干一干，手发抖，有点像溺水了。你别说，不是你这个那口干紧了，干了。这真香，你刚有惩罚了，你最后一个喝完的。我养鱼，你这个刚喝了。赶紧的。继续啊，别停啊。喝，我肯定给他喝完。但我现在是有一个惩罚了，就是最后一个喝完的。但我肯定会把它喝完的。行，那就换个时间上厕所。我怎么感觉是我？我感觉我也应该会。因为，哎呀，要清楚刚才对着摄像头。喝了一点五升的水，我看了一眼这个欧斯莫没录。我这是非常好的掌机，刚开始录。我其实是一个不错的。这儿录着。一点五升水，刚开始录，再来一瓶补一点吧。一点五升水，太绝了。是啊。吃比较爽，你一口一口吃是，好好说，好好说，好好说，怎么好好说？一口吃，我邀请你来交换。哦，对对对，我是他的好大儿，对，行，这关系行。不是你管我俩叫啥呀？我们管耀庆哥叫哥，你管我俩叫叔，王叔、韩叔、韩叔，对，那就是拜拜。掰呗，对对对，其实就是掰呗。我说掰掰行，别掰头就行。掰不了，他们比我小。对，还是得要说，掰不了一点儿。掰不了一点。